Hello，各位跨越的朋友们，我是卓天成，在7月22号早上10点，我会在跨越和大家聊聊真心话，希望大家邀请你的亲朋好友，还有你最好的家人们一起来参加，我们一起来聊聊真心话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准时来参加哦，拜拜。